现在小倩跟姚妹妹现在在哪里？在高雄的左营海军基地附近的刘家酸菜面馆，酸菜白肉锅。中午，今天这一次是出来那个亲子旅行。这个、哦、啊，那个最低了。对啊。啊，就这样子，好，就这样子。他、啊、叫这么多小菜，我就看你们一定要把它吃完了。刘家酸菜锅，我们的行程第一站。对啊。中午吃饭。要提早预定了，要不然。没位置。下一站来去这个海军基地的门口逛逛，等下去就知道了。皮卡还当换尿布台哦，这么好用哦！哈哈，啾啾啾啾啾啾。现在差了一块肉，早上他就有一次晒差点。陶子园的武器展示馆，这个想要怀旧以前像我们这个年代的战争武器的话，就可以来这边看看。这台好帅哦！好，接下来这一站到高雄蛮有名的一个庙宇三凤宫去参拜还愿一下。三凤宫主要是参拜什么？小太祖，太祖也爱吃糖啊，爱吃糖啊，嗯。好好，爸爸呢？金马宾馆这里，对，就这里。金马宾馆，从这里寿山公园啊，对啊。好，来去看一下，从这里走上去啊，对啊。你看，从山下一直走，一直走。来去以前去金门等船的一个那个前送站，对，坐船。哇，以前要走这么远哦，靠，拢唔知呢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我们去搭船，从这走下山呢，走到多少人？继续走，继续走，右边，左边，右手边。寿山动物园打卡，秀才啊，新国路，顺着路上去。这里叫做什么？情人
然后看看你去金门搭爸爸去那个澎湖搭的船。有啊，看得到。啊，船不船还没开啊。哦，今天外面船蛮多的。啊，那个补给舰在那里哦。看得到，看得到都船啊。船。寿山观景台。看到了，明浩看到了。准了。看到准了。准了。哦。哎，准了。掉地上了。这边路拢做侪红啊鸡，土豆、花生、角蔬啦，菱角蔬啦，个土豆。菱角没有。这么多人在卖啊，规路啦，规路拢拢在咧卖菱角。睡起来了，去那边坐着，去那边坐着。哎，阿公去 check in 一下，我去办 check in。透明电梯哦。你菜市场，你看他们在烧水呀、啊。哦。好痒哦。你觉得痒痒？你有去？为什么要痒？政府，你去澳门都没养，你在这里会养？这很重，这很重。重重，你看这个是和室房，我的位置。哎，行李箱可以放这里哦。这是好长啊，这是我的位置。你看，我可以在这里玩。我在说他们洗澡，你们可以一起洗的、啊，全部一起洗的、啊。对，你看，敏浩可以一起游泳洗澡了。你跟敏浩可以在这里玩水，尿尿大便尿尿这里尿尿。好，耶、yeah, ！你看，哇，好多床，你看都那么兴奋，这么兴奋哦。那里，你看好多床，欸、他很兴奋呢，他兴奋到不敢靠过来。来来来来，我跟你讲，把棉被好。我刚才被踩过。没办法，其实也不用特别帮敏浩带啊。好玩哦，他没看过这么大的床哦。哇塞！然后路一直开下去就到了。对啊，對啊没错、啊。姐姐，姐姐嘞。八十趴加十趴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很兴奋，兴奋的，兴奋的。你要把它铺好了。哦。你要把它铺在。哇，你看好舒服哦，宝宝。对对，你看对对，你说我们这里可以到处乱跑。都没关系。睡合适房，小孩子最好了。嗯。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的。还没有，我们已经 check in 完了。那天气还不错，我们先下 B1 来看小孩子，要去我那个游戏室放电一下。嗯，走啊！这个是付费的游戏的，这边这边在这里，这里你看这么大，这么大，哦，这么兴奋，这边这边。喂喂，你看他，你看他自己上车了，这要投钱的、啊，要跟着大人哦，不要紧张，里面先进来坐，嗯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。好。以后不适合这一次，他自己会找到他。就把小孩子丢在这里，看他玩什么就去玩什么。放在这里，小孩子就随便他走了。
现在跑到哪里去了？你跑到哪里了？他只想坐车车，他只想坐这个。你要在旁边扶着他，他不要坐。他是这样子的，不要动。不要扶他，哎呦，哎呦。我来坐。啊！哎呦呦呦！太赶了哟！一二三，哦哦哦！你会攀岩啊？下雨了，本来要去看海故事馆，4:30的时候，突然雨下起来了，午后雷阵雨，那就在饭店里面休息，等下就去吃饭。小孩子在楼下 B1 放电，还不错啦，好，准备晚上来去垦丁吃晚餐。好，杨妹妹，我们要去那边吃晚餐。那个算富美海产算后壁湖那边了。下雨了，旁边都是海边。富美海鲜，来吃吃看富美海鲜。你要说谢谢啊，赖康爷爷谢谢，哎，林浩也有，对，这个小小的，这个小小的，哦，厉害的生鱼片哦。千禧的那个鸟，不是啊。哎，这是冰的牛奶哦。哇，夹这么多，这一吃可以喝吃饱，刚好早餐遇到。台中来的团体，四台游览车，早上这个吃的时候特别热闹。那等一下就带小孩子去海参馆。早上可能太阳还是很大，然后今天早上阴阴的，就果然南部天气还是一样这么的好。没有看到了，大金鱼喷水了。有没有看到大金鱼？它不是大金鱼，你嘴巴怎么呈现那个汁酸菜啊？没有装进去，还在这里。
吃过，要带白花到。哎，看到白金了，白金白金。三色海，海生馆旁边的三色海。看海美术馆，然后刚好就在我们住的这个长滩休闲饭店的隔壁而已。看海美术馆这次的展期叫做什么呢？就是日常。它的上面观景台。哦，你这边要等蓝光嘛？二楼是没开到的。它上来就是屋顶，可以看到整个这边的海景呐、啊。哇，这边上去可以看到整个渔港。它边。上去看一下，拍一下。哇，可以看到整个
港口哎、欸，哎呀，好漂亮啊、喔，好漂亮哦、喔，后面，那边那边就是我们住的饭店，今天天气真的好得不得了，长滩休闲饭店。